进我进，寒风队长。这接这个节目的传统上，每次到选音乐的时候呢，都会有一些设计。四位队长，一会儿你们的耳机里会播放八首音乐的片段，你们需要选择一个摆动的耳朵戴在头上，然后把你们耳机里听到的音乐通过耳朵的方式传达给他们。哥，我是听错的吗？没有，用耳朵来演奏一首歌。如果你们看那个耳朵感觉哎，这就是我想要的那个音乐，你们就冲上来抱住这个队长，先到先得。人家抱住了吗？蹦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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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咚，是吧？蹦蹦啪蹦蹦啪蹦蹦啪。第六首，哇，難しい。最后一首，请播放。あんまないな。这行上吧，真的可以，他的节奏是 OK 的。不不不怕不怕，这否跟着内心走。不怕不。我又踏上你腰头，哎呀！直接爆啊，爷爷！你怎么这么犹豫呢？老师这边有没有特写给我们这几个人？耶，看到喜欢的直接冲。奇怪的，喜欢的，奇怪，十块，你喜欢的，不是奇怪，大哥。耶耶，注意力集中，耶耶，注意力，耶耶，注意力集中。醒醒，耶耶，醒醒，醒醒，耶耶，醒醒。Perfect. 好的，那么接下来最后一首就是属于我们夜莺的这首歌是什么呢？好精彩哦，这个。아이즈난너무노래를못내아아아可以，这个太棒了。倒数第二首歌我要去选的时候，根哥特别
退后了几步，让我不要去选那首歌，所以他就可以有一个衡量。哇，根哥太暖了。好，我们大家稍微休息休息，好吧？哎呀！哇！这孩子是真有劲儿啊！要换我是真不行啊，受不了。精力旺盛。嗯，真爱跳。对，我还挺感触的，就是他对舞蹈的那种热爱挺值得去学习的，他是真的爱。我应该更努力的去练舞。我应该更努力的去练舞。啊啊，没了。我这，我是不是有点太不努力了？一个一个来吗？一个一个来。有吗？